叫老张，张爸爸。我16岁开始听说唱，说唱对我来说代表自由的声音，所以只要是你的内容是来自真心的话，你好 ，That's it， 就这么简单。嗯，Yeah， Yeah， 张爸爸 ，A.K.A. Daddy Daddy Chang。And we got ID in the house, you feel me? Yeah, yeah, yeah. 我看到了科技的进度，交通繁华的进度。Hey yo, what up? 这是老张张爸爸 ，A.K.A. Daddy Chang， 你都知道的。I'm with 两位大美女 Sailor Moon and Sylvia。然后今天特别期待他们昨天写的东西，然后今天要来审查审查。首先一首 rap 的歌曲。大概的架构就是 verse hook verse hook。那一个 verse 的话，通常有16个 bars。一个 bar 的意思就是，比如说2个8拍，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这样的一个 bars。那通常一个 verse 里面16个 bars， 然后再进一个副歌8个 bars， 就是在每一个2个8拍后面加一个押韵，你可以加单韵、双韵。比如说单韵，比如说就是一个字押在尾巴，或者是2字押在尾巴，或者是三个字押在尾巴。所以基本就是把词写好，只有4句。那你要念一遍你写的这个。总有那些无聊的东西，噼里啪啦着人身攻击，自以为就是人类极品，自以为就是万能的上帝。OK， 然后来看看这个跟我同族的80后的话，这就是我的生活：清晨挤地铁，午后打瞌睡，加班通宵都是家常便饭，没钱没假没奖金，公司挥霍着我们的青春，小老板开着豪车在把妹，我的小老板，我想对你说，蓝莓是你老爸的情人。OK， 嗯，不错，但是好像没有一个押韵，觉得这词不错啊，写得很真实，然后。很有这种说唱自由的声音的精神。要不要用那种什么喷喷喷？你们就知道喷什么就。我不知道怎么改。我来把妹，把妹，把妹，什么东西用把妹押韵？还是我把把妹弄成发霉？哈哈哈哈哈！发霉，这个真的很好。而且它是双韵的，把妹发霉。对啊，你有没有发现？2个字都韵，就是2个字韵。他已经完了双韵。噼里啪啦，人身攻击，自以为就是人类极品，万能的上帝，但在我的眼里就如同耍猴戏的垃圾，所以才叫喷子，下场只被肉刷洗。挤的地铁，午后的瞌睡，加班和通宵没奖金还消费，公司耗着青春，老板开着豪车把妹，可没在老板来爸怀里早已经发霉。你要再试一次，因为你卡到那个点的话，你没卡到后面会很急。开你刚刚第一次讲的那个地方就对了。我不记得是。来了，反正唱带过就好，唱不出来就那带过就好。我就哼歌。就唱不出来用哼歌的。好，那今天终于结束了哈。那本来其实只能有一个 winner， 一个赢者，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很用心，而且写的东西都很不错，所以我还是决定平手，然后奖品2个人都有。Yo, what up? 这老张张爸爸 ，A.K.A. Daddy Chan， 你们都知道的。I jam music loud。一年半的时间，现已回到了原始老点。